团契。我哋每一次聚会嘅时候，都一齐嚟到去分享午餐。然之后，我哋系用神嘅说话嚟到去互相分享勉励。我哋要喺神嘅说话里边成长。弟兄姊妹互相的关怀代祷，一起来到去研读圣经。康尼团契，我哋有五组，分别系有五个正组长，四个副组长。因为我哋好想将弟兄姊妹唔单止去研读神嘅说话，并且都能够将每一个机会俾弟兄姊妹去学习侍奉神。以致到我们可以勇敢地接受神那个的托付，成为主自己合用的侍奉他的人。多年来，我们大家弟兄姊妹都是互相的彼此服侍，用祷告互相来到支持。但愿在来年的2012年，我们更加在神的说话里面尽心成长，以致到可以肩负到神给我们那个托付，勇敢成为祂合用的侍奉的人。